我就一直怀疑他，他真的很怪啊，今天。你这样是仇富，你不能这样。二零中就你在那边修来修去啦，对啦。害你产生了一点小小可疑性。哎，可是他死了。没可是关宝石，宝石，居然被他弄到了！那个汪汪死在这，我都跑过去，他又转来哦，射我，有，我重生了。重生，重生！那个，拿起你的书，我们投票。投！哎 欸，完蛋了，好爽啊！你们投票，我们票死他！要来投国王，四号玩家，这样就 OK 了吗？投票好，完成喽！你滚，你滚，滚呐！所以我现在是间谍蓝队吗？是，我现在已经是蓝队了，走开啦！对啊，你看我就说他很可疑，我重新弄一套好的附魔。好，好好干了，好好干了，干如嘛？果扣需一要钱，国王可以补助你。我在排队，哇！我有已经种要把钱喷出来。我已经穷到啊！这你样没子升了。级耶！天啊，浪费了。对啊，那是一阶而已。扣一 bug 给我干钱。嘛？好啦，等一下，那我这个扣身一上一组先给你好不好？才一组你在哦。哪里呀、啊？哦，你在后面。再领，小再领气好不巴好？拉。乖。小不要气吵，巴再拉，领，够了，冷静冷静。身上好多组，可不可以放那回去啊？给个，你买一下技能书发光，好在啊，最后一遍，因为左要边小右心边哪它一个啊？技能伤最后，技能很像在最后或倒数，有好，炸弹声哦，他们技在能炸那发个，光，他们在轰炸我们吗？在炸帐篷。啊。二零哦，哦，天眼，现在用吗？用，诶，这样子，然后 Q 哈，喂，Q 出去，对，有发光吗？有，好，然后你可以那个啊，帮我们复工，好，用强力慢慢的堆叠上去，后，直接复那个了吧，直接买书柜了，没有，怕他们这张地图很容易。潜入过来啊！怕那个书柜直接有没有被？没关系，我买，来买几个经验瓶。经验瓶可以多买。你不要现在炸死我！没有发光。哈基死掉没发光喽。那个男人，他变惨惨。怎么了，二零？大战，在哪？中间，中间。你有需要资源可以说。可以。我们家保险箱在哪里啊？就那个啊。我，那一台上面啊，那个机眼下面那个东西就是保险箱，可是你要买保险箱钥匙。要买才有钥匙。二零不是说 OK？ 哦，他们哦，哎，我现在尴尬了。好，有，讨回来了，讨回来了。有钱不想喷出来。王，强力八的攻，没有那么高啦。等一下，国王还在喷。有了，还在喷呢，还在喷呢，要不要买书柜啊？我买了，我买了，我买了。好。我可以直接喷到30等啊！慢慢喷，慢慢喷。哎，弓也是需要用买的哈。对。哎，这剑士。换，你觉得他会送你吗？可以送一下。巧克力结果。啊哈，没事。身上还有4组钱。哦，轻盈。有，我在保险箱里面放了4组钱了。你不要钱，要附魔。等一下啦，太富了啦！你看要不要拿鹅卵石来补这个墙？好。啊，我没有买星星石白石哦。我有，你过来。
好好好。弄弓就其实就 OK 了，其他没关系。好。退款给你。断元素不要吸到你的筋。退款给你。好好好好。那、结束。哎呦呦呦！哦，没事，我还以为青石被吸走了。只有三天而已哦，我们现在负十分。我们有两个方法，一种是杀他们国王，另一种是去轰炸。啊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不能两个一起吗？我们欠很多、也可以啊。可是那个一拳，我觉得你还是先弄一把，弄几把。有有有，我等一下要去弄弓，好不好？我买四个弓。那我去牵制他们，然后看繁星跟恶灵，你们可以去炸，我要炸直升机还是什么？好啊，现在可以附魔吗？不行，现在好像不行，你只能扔经验瓶而已。好，我们是有那个空桥往上到直升机，可是不确定路上有没有地雷要小心。如果可以去的话，就可以狂炸他们的直升机。我刚看到那个空桥连到对面家区，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嗯、我现在发现我没有买食物，准备好了吗？哎呦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你要去挖了吗？嗯，你们中间下面有人要去吗？我有等级，好，我也有等级。那二零要去哪？啊，去中间吧。中间，你要去下面挖还是去上面打？你下去吧，还是、啊？我其实也是都可以啊，只是因为有得挖就挖。你挖吧，好像没有人。他们有全部发光吗？没有，我买发光。我也有。你要先用还是我先用？你，我还在买。好，我用一下。几个？我要去附魔的。行。你有青金石了哈？有有有，我刚刚买了。如果死了，就狂炸一波。那你可以炸那个、直升机啊，我们有空桥。嗯哼，我炸三本，那应该有到三十等了吧？有，请问重疾是什么东西？击退，需要吗？你复复看啊，搞不好有强力。强力四，重疾一。哎呦，还不错哦。多复几吧，多复几吧。没有三十等的，再买一下。你们分数变重。我没有带到结实啊。我有很多的。抢货人员。二零，那你不要跑啊！哎、欸，有人在拆完直升机，对吧、啊？哈基，好，剑士先借我一些。你，来，啊，掉下来，掉下来，还想炸，还想炸，还用无敌哦，他无敌哦，无敌才可以那么安全的下来。那个桥上面好像有人放地雷哦，真假的？哪一个桥？我们的桥还是那边的桥？很高，很高，那一堆鹅卵石墙。强力三耐久三无限。对对对，就上面，后面有手榴弹。你看要叠，叠起来。太多，对吧？那么你要不要附个火焰？这样他们也没得那个。好，我再买个经验瓶，我就全拿去全部换经验瓶好了。有，我这火焰给你，你过来。你在哪里？我在二楼。楼上吗？对。好。刚刚，我在你前面，别再炸了。刚刚好，做什么？刚刚，哎，我看你有几个雷，强力四，哇，没等级了，为什么没等级了？因为这三把弓合在一起啊。哦，塞到保险箱里面哦。哦，好，我好像是碰到那个地雷。这里是耐久三火焰，强力重疾无限。我箱子也放一把，跳过来啊。好，喂，再买几个经验瓶。喂，我们可能要多一点轰炸哦。好，我来了。他们又在弄我们直升机了。对，我看到了。回去弄啊。好像没有弓。衣服，脚脚。我们直升机。有在炸。啊。
再扎你，再扎你，再扎，臭男人，臭男人，哼，气呼呼。可是比分还是有点落差。来了来了来了，我们去干他们国王吧。好，二零小将他们在射哦。有，我要炸完。那我先回一波，跟一拳拿个弓。好，偷偷喷金。你这样钱够吗？我领给你。没关系，还够还够。没关系，我的物资就交给你了。好。你会附装备吗？装备也是直接 Q 出来，然后就可以消到那个什么消失诅咒吗？要、yes, 对对对，可是要弄在那个附魔台上。是哦。嗯。哎，差一等，再买一个。说，我火焰强力是无限，哇，就用这把了。猛猛的啊！那里面放那么多钱干嘛？哈基拜！炸死他！去呼呼！哦、啊，弄死他！今天弄不死那男人，我们就不下班。啊，想弄死他！哎，刚刚直接过来了。哎，不要！哎呦，他死了，他死了。送一顶帽帽，我丢错了，怎么都是奈久山啊？妈耶，那你先再用弓，你先再用弓。有，哇，那个弓又多一把强力三了，你就合啊，叠上去啊。等一下哦，需要一点等级。汪汪在哪里啊？不太确定呢，在他们家里面。那我二零都会那么进去里面射他？被他射啊！啊，我在天上，是两个强力士加起来才会变强力五哈、哦。对，这是麦块数学。多一点。我这里有一个火焰强力士耐久三无限的弓，有人要吗？还是要跟强力士把它合起来？你先放在那个保险柜。好。有多几把备用的，我们死掉还可以再捡，或者是我们要换也可以。我今天晚上也超强。那个汪汪，哇，不行。他们又想要弄直升机哦，我觉得应该先断他们。中！对对对，我在弄他们直升机，都用完。哎，烧死你！啊，剩最后一片。刚刚跑回去了，有进攻到他们家，我也射死一个。我挡，他们家进去我也会怕哎、欸，怕地雷，应该没那么多。哈基有，哈基在左边，哈基在左边，哈基在左边。我看到。哎，汪汪在你后面。好，左边那个，左边那个发亮的是汪汪。我看到，我看到。我没吃的，我先走了。哇，先无敌一下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暂且无敌，可是就把无敌用掉了。哎、欸，挖一个洞，保护自己。哎哎哎，我炸！你还好吗？挖一个洞保护自己，把自己炸了。哇，我认错了，我要吃食物。中间资源，汪汪汪汪，直接在那里了。等一下哦，没有这有个保护三兼吃二的兄弟，我可能可以炸他。哎、欸，炸死了！我漂亮漂亮漂亮，我再过去，我再过去。二零再支援一下，我快到了。我在不行不行，不要捡走了，因为我把他打到我的洞里。哎、欸，后面很多手榴弹往你那里。我全部炸，全部炸。炸光，炸光，炸光！